你敢来会派一个人来？我拜托你，你敢来会派一个人来？你敢来会派一个人来？我去吧。你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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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来会派一个人来？我去
我相信冠杰跟珍妮一定会平安无事。讲过这么久啊，现在到这马还袂打电话来。珍妮，珍妮，你完了吗？国庆姐姐，国庆姐姐，给我车看到你来了。先生，这叫什么鬼？珍妮。